我们家第二只小科尔鸭，可惜它是个公子，我们家绝后了，明年得引进新的科尔鸭。都过来喝水。而那只老科尔鸭还是混迹在这帮鸭子中，看着我冬天就把你炖了，给大王当下酒菜。你好意思吗？啊，我在这儿喂个食儿，你就直接跳桶里来吃啊？真是脸不小。看我们今天搞来了什么东西？嘎嘎嘎嘎。Hi, baby. 哎呀，好可爱呀！哎呀，我先给你弄个药啊。哎呦，它好温柔啊！哎呀，可温柔了。这毛皮的，这毛真厚哎！我说，你抱起它，就感觉它随时都要被抱一地的感觉。出来吧！你干啥呢？你出来呀！吓死它！翻毛绒，再来一只，这还有一只，亲爱的，哎呀，这漂亮！今天来了两只新恶霸，你看这恶霸就跟要随走路时候随时要掉一地零件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你感觉就是随时都要掉，但是又不掉的那种凌乱感。这是他说是今年春天刚孵的小鹅。不是很大哈，那个大鹅脖子。嗯，别说这鹅公母，看脑袋大的是母鹅，脖子长的是公母。你俩要是两个公子，我告诉你都炖了啊！你看它甩来甩去，那个毛还不往下掉，但是你又觉得它随时要往下掉，就是像两个行走的拖把，就特别放荡不羁的感觉。这毛也不顺溜，要的就是这种凌乱而放荡不羁的飘逸。跟我们家大鹅好好相处啊。它叫什么名字你想了吗？浪浪。浪浪可以啊。嗨浪浪。你们两个出去溜达溜达，我们家可大了你知道吧。现在就只有你和另外一两对，那一对他们要被卖掉了，以后就是你们，对，就独宠你们啊。说这什么玩意儿啊，你让咱家那大公鹅过来跟他们认识认识，就知道他是公的母的了，就是入母的话肯定和平相处，公的话估计会扭他们。鸡说什么玩意儿，两个拖吧。还浪浪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浪着呢。哎，看大鹅来了，鹅来了，相会了。那公的什么反应？那公的，哎，我发现同类了。你看他两个找他们去了，吐舌头了，大哥吐舌头。看看大哥对他什么反应？相遇了，相遇了，哇哦哦！怎么说？朋友们怎么说呀？你们聊什么？翻一下，哪个网友？哪来的小奶奶？哪来的老混蛋？好吵啊！他们那公的跟母的说：“老婆，来新恶霸了，干死他们！”
这包子好像没什么反应，看来反应差不多，在那儿观察。哎，鸭子也来了，鸭子说：“哎，让我认识认识，这不是借来了，有新情况，看到看到什么情况？他们在交流什么呀？”啊，很快就碰到了一起。他说：“你从哪来啊？你谁呀、啊？认谁？你怎么毛怎么长这个样呢？”鸭子来凑个数干啥？大哥，他们四个都一个姿势的，卷着个脖子。鹅欺负了吗？还是公鹅欺负了？都不欺负，放荡不羁。哎呀，哎哎哎呀！你看看那一身卷儿，你看看那身卷儿。咱家鹅什么时候这么吵过？有棚子来了，有棚子远方来，你吵哭。鹅不知而不悦，比一寸大不多。鹅头这么粗，脖子那么粗，就觉得像母的。没事，公的不好找吗？母的难找。干什么？你我看他们头都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就是但是大呀。没觉得那个公鹅是头小，脖子长。你看这个腚，网友们有没有孕妇塑形专门为鹅服务的？有啊，你看他在亲他，他帮他捋毛，你放心吧，这毛永远捋不直。大王来了，大王来了，来喂个面包吃不吃？傻子，不吃。大王没吓唬他、啊。新来的黑母鸡已然很识趣。大王很好奇，浪里小白龙，浪浪，看我们家浪浪多美，那种毛似掉又飞不掉的感觉。有强迫症的小朋友们，那样受戒。我们家浪浪专治强迫症。喂的时候先把玉米干，这你就这么嚣张啊？上我的这个袋上啄，啊不是不给，哎呀呀呀呀！孙大王，杨大侠，干什么？哎呀，这臭狗啊，叼跑！还要啊？哦，等一下啊。谁打起来了哟？哇！大王干预一下，快快！哎哎哎！好了，看我们大王是爱好和平的使者。哎呦！浪浪。大王，孙大王，别欺负他俩啊！孙大王，走开！看放荡不羁的样子，嗯，你俩真好看，看不够啊！我真的觉得他两个是母，那个大鹅这么保护他。哎呀哎呀，你看你抖的呀！孙大王，那位把自己埋了，他这个一天到晚挖坑，这容易绊人啊！我说，大姐，红表，你洗的，走开。
你再洗就地道就挖人家家里去了。这大坑，看这俩，大王回来，别欺负他俩。Hi baby。这窝不错，这一家啊，好好睡啊，晚安。男子，我们家停水了，不是停水了，水用完了，就是接了那雨水的那大桶，最近有两个星期没有下雨，我没办法，我从那个小溪那儿往这儿扛啊，累死我了。哎，老王，看看，哎呀，这是今年出来的最后一批鸡了，不再孵了。冬天养鸡很容易死，容易生病。看，这是一只小乌鸡呀，这是什么？全是壳子。还出来了一只小斗鸡，看一下。嘿嘿 ，Hello， 我一。啊！为什么这个老鼠哪儿都有？这是在狗盆子里，我说。这应该不是大生干的吧？我可死在这里边，太恶心了，我去。